你这一辈子有失手过吗？我没有失手过。对，我完全没失手，我只要喜欢欣赏都拿得下。心想事成，对，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。哎呦，很会。还有那个眼，对对对，那个小眼神，哎呦，香妹，香香哎，香香，像我平常就很喜欢那种。你这一辈子有失手过吗？我没有失手。对，我完全没失手，我只要喜欢欣赏都拿得心想事成，对，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，真的是天选之人。而且我都很喜欢那种比较怪的人，然后或是那些比较肮脏，看起来比较。劳累比较憔悴的人，那张立东应该有喜欢，还姓张的，还张还憔悴，对，就是感情世界多肮脏啊！那这种肮脏不行，而且我都不会主动去示好，都是我会释放一点点，然后让人家就是勾着勾着释放你的讯息，哎，交交几招，交几招，你只要分泌一点费洛蒙，我们就对，然后看着他一下，就是四目交接看着他跟他讲话，然后笑笑的，你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他就会恋爱了。啊，我也哇塞。什么东西？好猛！扁他，好猛啊！会哦，我们这正妹的，林香一秒变女神。哎呦，很会！还有那个眼，对对对，哎呦，那个小眼神。来了，那个小眼神，会不会太你那个小眼神？那个小眼神，好勾人哦！我哎呦，哇塞，他那个眼球里面有在散放一些光波哎！哦，天哪，会不会太优雅？哎，他起来有一点小 wave， 有曲线的，对对，好像在跳舞的感觉。来了，咬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这个咬太关键。来了，哎呦，咬了。无辜，无辜，很无辜。是你们在看我，为什么要看我？哇，这个完全的叫我不由脸。哎呦，哎呦，可以翻白眼，还可以翻得那么好看。哇，他这个，哎，真的是好看的。然后那个看地上，看地上，哇，这个真的差好多。真的怎么会这样？天哪！而且他的脸永远有保持下压。OK 太会了啦！哇，那个眼神沙威沙威的，难怪是真的是百分之百命中。恭喜林香完成活动，活动。来，各位，我们好好聊一下。来，还有哦，人正生活就没有烦恼，可是人丑哦，全身上下都是困扰啊。我是一个会走心的人，那朋友常常就是在讲话无意中就是叫他也是开玩笑说啊，你长那么丑，你还想啊？我还想，我们有时候男生会想说，哎，我喜欢谁喜欢谁？他说你不要想了，你不要笑，还好你笑，你看你那口烂牙，烂话讲。但是说真的，其实听了听久也就习惯了，你就不会走心了。现在已经走到胃这里，所以胃可以养。其实慢慢就习惯了，就是我就是丑啊，不然怎么样？但是慢慢就想办法用才华别的方式来。就是等幽默感，放弃已经听太多了啦，一定丑的习惯就好了，与丑肉共存嘛，跟病毒一样。立功立功，哎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出道，然后那时候是到电台宣传，然后我的经纪人就因为我迟到，我就跟我经纪人说，那你先进去没关系，然后我等一下就赶快昂的时候我就赶快上去，然后我就到了电台哦，我就先要进去了，然后我就被那个工作人员挡住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那个经纪人的话在外面就可以，然后那个立冬他在里面没关系，他自己可以处理。那个电台每次要昂的时候，他都会开始播歌，你再进去的话，我昂昂，小吴斌啊，没事，小笑话一则，小笑话一则。那我之前呢是因为歌唱比赛出道，然后进公司，他们就希望我们你就好好的站着就好了，你不要太会唱或什么的。可是我就想要唱一些比较激昂、比较有个性的歌。他们说你就唱类似像《当你孤单会想起谁》啊，我想要唱《冲动》啊。你那个闽南语歌怎么唱？美丽人生嘛。对。我会给你一个幸福的家，你的幸福我来守护。对天就做我上愿，乎你吃苦。很会唱，好听。哎，香妹，像我自己之前有拍过一个企划，就是不带钱包出门三天，从台北开到高雄，然后完全都不用花到钱，就是吃喝住宿都
直接换到，还可以赚钱嘞，包你要赚又带完啦。那我还就是帮他们发文说，哎，可不可以跟你换个数啊？就感受到台湾的满满的换个数，对，你就住固定的，对，你到时候都来这边住。所以我就觉得好厉害，好像就是长得比较漂亮的女生，就是很容易得到帮忙，对，得到帮忙。对呀，哎，立通还没走红以前呢，路上被拦检啊。警察就开店了，没有，这一定有通缉犯，查到资料，哎，通缉犯一定有吗？这有鬼，这有鬼，有一直在滑。